好，这一节呢，我们来讲 E 这个字母。那这个字母呢，并不是说每一个单字的前面都是用 E 哦，而是说这个 E 呢是代表这个小的意思，就是在发音的时候啊，嘴型的出气量小，所以它代表小的意思。中文的同音同义字像 E、细、咪、咦、里，都是有 E 的音，所以它代表小。那这边呢，就举例哈，你看它的开头是 C 开头，并不是 E 开头，它只是说这个字里面啊有这个 E 的字母在里面哦。这个 cabinet， cabinet， cabinet 小柜子 ，cabinet。那如果小的木屋呢是 cabin。啊，例句，我把药放在一个柜子里 ，I keep my medicine in a cabinet。medicine 是药 ，in a cabinet 就是小柜子里面。啊，第二个 element。element 要素，联想就是说这个动作或过程啊，在小的构成要点，像他例句里面讲的，电脑已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的要素或者是元素、哦、A computer 电脑、哦、has now become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our lives，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已经变成了一个重要的 important element， 重要的要素element。 第三个 islet 小岛，名词小岛。那这边有一个联想、哦、小的岛，岛其实叫做 island、哦、这个 s 不发音 island、哦、那这个 islet 比这个 island 更小、哦、所以它这边例句是讲说小岛是一个小的岛屿、哦、an islet is a small island， 有没有，它是比这个 island 更小的、哦、所以它是一个 small island。好，第四个 leaflet 前面这个 leaf 是叶子的意思，然后 let leaflet 是一种广告传单，就是折叠的印刷物，小小的折叠印刷物。那例句是说该公司出了一本小册子，你可以把它翻成小册子，叫如何发财。 The company 的公司 produced 就是生产的意思， produced 制造了一个 leaflet这个小册子啊，这个小册子呢叫做 Code How to Make Money， How to Make Money 就是这个小册子的名称、哦、就好像书名这样。好，第五个 Maiden May 长的 May 等，这没有一个，这没有写一个 A 的那个音标、哦、但是它这个 N 的音标的下面有一个小点点、哦、这个就代表 N 的音、哦、所以是 Maiden、哦，是指未婚少女、哦、小的夫人 maiden。 像这个 maiden 啊、哦、madam， 它指的是一个夫人，就是年纪比较成熟的。那这个 maiden、哦、这个是 e 嘛、哦、所以它跟这个 maiden 就不太一样，这个是未婚少女、哦、指未婚女子，指少女的意思、哦、所以是年纪比较轻的哦。她是一位可爱的少女， she is a lovely、哦、可爱的 maiden、哦、可爱的少女。第六个 table 这个 s 短音的 a table， 小鹅卵石，小的物体。鹅卵石可以在溪中或海边发现， a table 鹅卵石 can be found 可以被发现在哪里， on river beds 在溪中，还有这个海边就是 seashores 海岸边 seashores。 好，第七个 bullet 子弹，之前有讲过了 bullet，它中间有一个 e 嘛、哦啊、第八个 kitten 像小猫 kitten 也是一个 e， 这是小的意思、哦、小的猫，那大的猫就是 cat 嘛、啊、第九个 lean the e lean 长音的 e 瘦的、哦、那你看它也是一个 e 的字母在里面，瘦的瘦肉的。第十个 meager me 长音的 e meager 瘦的贫乏的，它也是一个 E-M-E-A-G-E 啊，那个 E-Meager。 好，第十一个 Penny 中间有一个 E-P-E-N-N-Y 这个 E-Penny 辨识，它是一种钱的货币单位。第十二个 Pip 一撇窥视 Pip 中间两个 E、啊、联想法就是它是一个小的动作，一撇有没有，看一眼而已，窥视这样看一眼而已，所以它是一个小小的动作，所以中间有一个 e、哦、pip。 第十三个 petty 琐碎无用的，小气低下的、哦、所以是狭小的个性，所以它也是个 e、哦、p-e-t-t-y 的 e、哦、
第十四个 slender 哈 ，the A 类 slender 苗条细长的纤细的哈。联想法它就是这个瘦小的身材嘛，所以中间这个一哈 ，slender。OK， 好，那下一章节呢，很快我们就到这个 F 字母。